看闭眼睛。对，大家也不要给我建议了，建议也不好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咋建议我也不能睁开。哎，然后那个还有这不愿意让我留胡让我刮了的啊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那是做梦。哎呦我的妈！就这么两个优点啊，非得让我改。你们来听的是歌，老研究我这个人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老研究我这个人干啥吧？你说听的是歌声，你喜欢我的歌，咱们光听歌就行了啊。我现在讲话了，我都是俩孩子的爹了。研究我人干啥？我一不想再扮人了，二也没机会再扮了，三呢是一老本事过日子了啊，也不想扯一个小三儿小四儿的。对，所以说你们就不用研究我形象的问题了，嗯，就对我死了那条心吧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一直很本分多少年了都，嗯，凡是在我直播间的，你别看咱们家这些哥姐们啊挺多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存在这个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想法的。凡是有那种想法的呢，小姐姐们都被我赶跑了。能没有对我产生爱慕之心的人吗？那要你要说没有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说咱长得并不是那么太好看，但是。肯定得有。所以说我想的一点都不多啊。这样的话那你们都别惦记了啊。嗯，我这个你说我是两个孩子爹，你们都感觉挺诧异是吧？甚至有的朋友都不信。嗯呐，我希望这个直播间以后别研究我的外貌了啊！嗯呐，不要研究了，没得用，一点用没有。我就把歌唱好，你们就听我的歌就行了。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再给你们唱一首《这个年代》。身上披上了枷锁，负重前行，在这世上漂泊，努力后还是解不开这把锁，负重前行，在这漫度过，还是忘词儿，多少次怀疑人海里的我，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的活，面对路上的千百种折磨，原本开朗也变成沉默，我们在这个年代活得像一颗尘埃，理想飘在风
人海，多希望论风吹来能成为别人的主宰，可现在却只剩下无奈。我们在这个年代不配就会被淘汰，多少次在梦中哭着醒来，看透了人生百态，有一年花谢花开，最无奈只爱的人已不在。是不是就这样的活，面对路上的千百种折磨，原本开朗也变成沉默。我们在这个年代活得像一个尘埃，你想飘在风中散落在人海，多希望暖风吹来能成为别人的主宰，可现在却只剩下无奈。我们在这个年代不必就会被淘汰，多少次看透了人生百态，有一年花谢花开，最无奈只爱的人也无奈。我们在这个年代活得像一颗尘埃，理想飘在风中散落在人海，多希望暖风吹来能成为别人的主宰，可现在却只剩下无奈。我们在这个年代不必就会被淘汰，多少次在梦中哭着醒来，看透了人生百态，有一年花谢花开，最无奈是爱的人已不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是三生石下有这，嗯呐，哎呦我的妈，是我是我是我，是的，是的。嗯呐，不光三生石下啊，那个这一路也是。嗯刚刚这个年代也是都原创歌曲啊。